同佢相遇嗰一日，酒精搞得时间混乱，记唔清系早晨定系黄昏，净系记得天开始光啦。风系发酵食物，混住淡淡桂花嘅味道。佢走向我，对我伸出手。原本即将破碎嘅我，喺嗰一刻依旧完整，但系而家。我想他想要的并不是我的怀抱，而是某个人的。我觉得有点愧疚，为什么自己以为自己。Take the risk. Do this broken.